台中交替，那个民权路上，我们等一下去这里看，他也开放给两百。可以啊。台中交替就是在那个，这里是民权路嘛，这里是火车站。我知道。那这里是哪？我想去，在那个是往北站，尤其这里，这里好漂亮哦，五桂楼，也是在五桂楼旁边。不晓得。你上网看一下，因为我以前买西区，它是这里有好标志，怎么去？哎，你标志，五桂楼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出产作家的文学，比如说啊，这里西区哪一个作家，哦，他把这个地图告诉你哪里有